运动之后你会变得怎样？比较不会迟到，变得更年轻。你是有多老啊？会被告白吧？不可能，会被告白。变得更发疯，就是狂。变得更耐撞，变得更霸气。运动是一件扭转自己的事，把自己的独特变得独一无二。其实运动就是做自己喜欢的样子，运动你的道理。Super Super